大家好，今天在元宇宙跟大家见面，我们欢迎你到元宇宙的总统府的办公室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，你就真的好像是坐在我的身边一样，而且我们会议室内还有元宇宙里面的台北的风景，真的是非常有趣。其实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如果总统想要变换心情，其实点一下就可以把整个办公室搬到海边，搬到山中的小屋里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如果在元宇宙开会，我们有办法一起喝一杯咖啡吗？或者是我的家里的毛小孩，比如说我们家的蔡想想、蔡阿才，可不可以一起加入？这是未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我相信只要有技术的发展，一定都有可能性。其实总统您刚刚的这个想法和需求啊，就是很多人正在思考的。在台湾，我们政府会继续支持硬体、软体的整合，还有基础网络的建设，还有数位创意的内容。我相信台湾不会在元宇宙的发展的过程中缺席，我们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。那不仅如此哦，在四月中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在台湾成立亚洲第一个元宇宙实体中心 XR Hub 台湾，这个会将是连接许多台湾的伙伴，一起推广 AR、VR 和 XR 技术，一起让台湾引领下个世代的数位发展。我非常希望 XR Hub 台湾的计划结合更多台湾优秀的产业的伙伴和创意的人才啊，让元宇宙这个全新的社群科技啊更快的实现，也让台湾引领全球数位的发展。我要谢谢 Meta 投资台湾，我们的人才和产业实力会是元宇宙的最佳的后盾，也期待未来元宇宙持续在台湾成长茁壮。